林社长、叶副校长、两位贵宾，最重要是我们的听众，大家晚安。今天很高兴，我来介绍两位重要的这个演讲者。这两位演讲者呢，一位是朱树新院长，那个大家鼓掌欢迎他一下。好，朱院长请坐。一位是魏征魏院长啊，大家鼓掌一下。我们能够请到这两位悉心大法的大师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们非常的忙。好，据我所知，两位这个院长以及大医师看门诊都是看到半夜。好，他们对国内的这个心脏的移植做了无数次，很多人都因为这样子得到重生。他们两位是国际知名的心脏科的权威，他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个都是医师，都是心脏科，第二个呢，两位都是我们的十大杰出青年，一位是第十二届，朱院长是十二届，一位魏征院长是第二十八届。十大杰出青年每一年会选十位，那有一位是在医学研究类，所以他们前后是医学研究类的当选人。然后呢，这么多年来对国家有非常多的贡献。那么我们今天分两个阶段，我先介绍第一阶段，是由朱树新院长来给我们演讲。朱院长生在一个苦难的年代，民国二十六年出生的，对吧？哈，那个时候这个战争刚开始。然后呢，他到了台大医院，医院的毕业生，然后从医院里面一直从住院医师啊、主治医师、教授，最后在1995年做到了台大医院的副院长，后来被亚东纪念医院这个礼聘，所以目前是亚东医院的院长。他曾经到过美国德州去这个做研究员啊，在医学界也到 El Salvador 在那边担任过这个心血管的顾问。那么这个朱院长造福人类非常多，那我们现在就请朱院长来谈一谈啊，这个心脏移植以及我们碰到的一些问题要怎么样来处理。好，我们请热烈欢迎朱院长。请放地上啊。林社长、副校长、胡院长，还有杨主编、朱教授，各位贵宾、各位先生女士，大家晚安。晚安。现在利用这个机会，向各位介绍一下，心脏移植的发展与展望。心脏的功用是什么？大家很清楚吧？我们看一看哈，回顾一下，我们古代对心脏移植已经有记载了。下一章，《列子·汤温篇》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故事。鲁国的公务跟赵国的卿两人有病，同请扁鹊求治。扁鹊告诉公务说，汝自强而气弱，其因自弱而气强，两个人刚好相反。所以扁鹊就说，若患汝之心，则君离散矣，把你们两个的心交换，你们就好起来了。现在想有没有道理？他认为心脏是跟思想情感有关系的。那扁鹊遂应二人毒酒，这位毒酒就是麻醉药了，根本不是毒酒啊。当时还没有气体麻醉药，也没有静脉注射，所以用喝的，迷死三日，大概剂量过度。跛胸探心呢，把胸部打开，找到他的心脏，两个心脏交换，投以神药。可能当时已经有抗排斥药了，既物如此，醒过来以后就像没有开刀那样好，
啊，这个那时就想象了哈、哦，以现在的技术来讲，根本不可能。表示刚那时有这样的观念，下一章。但现在心脏是血流的帮浦，只是负责血流推动而已，跟感情思想没关系。但是很多人都说伤心，心情不好，外国人也说 broken heart， 他们都认为心脏跟情绪有关系。各位晓得为什么吗？因为心脏受交感神经的作用，你兴奋生气，这里就砰砰跳，然后就觉得心这里不舒服了，所以大家都认为心脏是跟感情有关系的。其实是因为你生气啊，如果小女生看到她喜爱的男生的话呢，就心如胸口有如小鹿乱撞一样，这个就是交感神经的作用。下一章，心脏抑制的先决条件呢，要认定脑死就是死亡，即使心脏还在跳动，这个很难接受，不是只是一般人很难接受，连医护人员也很难接受。这就是我们跟魏教授一直在呼吁国内健康习惯认识脑死，因为也是医师认为他心脏还在跳，我怎么能够劝他捐心脏？我要做心脏移植之前，我要说服自己啊，心脏在跳动，我把它拿下来，我心里也有不安啊，所以我要做之前，我也犹豫不决。下一章，后来我看到这个图片，这个故事大家都晓得吧？对，路易十六上断头台，哎，这个小姐答得很好。她被头被切断那一刹那呢，以我们医学的常理来判断，她心脏一定还在跳动，跳到她不会呼吸、氧气不够或者血流快完的时候，她心脏才会停止。如果以现在的医学呢，把流血的血管结扎，给她输血，给她切断了气管再插管的话呢，没有他的路易十六可以再活一个礼拜。问题是路易十六什么时候死亡？应该说他头断掉那一刹那他就死亡了，无论他心脏还有点。我看了这个图以后，我才能说服我自己，我才安心的去做心脏移植，否则自己也不放心。所以我常常在切木器官就用这张图来比喻。下一张，脑死判断是非常严格的，我们要拿他的心脏之前要经过脑死判断，脑死以后就是脑干没有什么反射，没办法自行呼吸。在这各位看你自己停止一呼吸，看看你的手表，看你能不能一分钟不呼吸，试试看，很难。但是我们判断脑死的时候要让他脱离呼吸器十分钟没有呼吸，才判断他脑死，而且判断两次，第一次判断脑死以后不放心，四个小时以后才判断第二次，然后再宣布脑死，这个人器官都可以拿了，已经死亡了。下一章，其实古时候脑死是现代的问题啊，古时候没有脑死，古时候的人一脑死呢，呼吸就停止了，因为脑干管呼吸，脑死就不会呼吸。呼吸停止以后呢，心脏缺氧，心跳的停止就死亡了。那现代医学使用呼吸器暂时维持心跳，但是心跳需要脑中枢的荷尔蒙来，没有脑中枢荷尔蒙它一个礼拜也会死亡。所以脑死是现代才有的问题，以前脑死就是死亡了，也是因为有这个使用呼吸器我们才能做心脏移植，脑死以后心脏继续跳动，可以跳动一个礼拜。下一章，那哪些人应该做心脏移植呢？就心脏衰竭末期的病人，还有没有严重的疾病，如果他有癌症啊，有什么呢，艾滋病啊，那当然不适合。我常开玩笑说艾滋病人最适合做心脏移植的，因为他不会排斥，他自己的免疫系统都已经被破坏掉了。下一章，所有的器官都能用活人捐赠器官，肺脏可以用活人切一半，肝脏现在国内做的最多是活人的
肝脏见证，肾脏活人也可以，两个活人可以见证一个，唯有心脏一定要脑死病人，病人不能用活人。我刚开始做心脏的时候，报纸一直说台大医院有个病人要死了，有一个小姐很热心，她就打电话来说她要见证心脏。我说是你的谁啊，你的亲戚还是谁？她说不是，是我本人。我说心脏只有一个尖的，你就没有了。他说电话那边停了一顿子，说好，谢谢你，挂断。好，下一章。那器官要立法，器官移植及器官条例76年6月就立法了，所以在台大呢，我是在76年7月就做了第一个心脏移植。后来国内觉得心脏移植一定要脑死判定程序要立法，所以9月就立法。我们那时候我们虽然没有立法，但是还是按照国内判定脑死的程序很严格来判断。下一章。所以在台湾第一例心脏移植呢，是在民国76年7月17号做的，大概离现在21年前。下一章。心脏移植的种类呢，有正位心脏移植，你心脏不行了，给你切掉换上一个。有所谓一位心脏移植，你心脏不行了，但是要种给你的心脏可能太小，或者本身也并不很理想，如果把你自己的心脏切掉呢，再种下去可能这个心脏也不能符合。所以我看到这样的心脏，我就给它种在旁边，变成一个人胸腔两个心脏。有个是心肺一起移植，心脏不好是因为肺高压引起的，或是其他问题引起的，就心脏跟肺脏同时移植。下一章。正位心脏移植，下一章。就这个心脏不好的心脏切掉，又换上一个这样的心脏。下一章。那一位心脏移植呢，有的媒体记者喜欢把它写成双心人，他确实是双心人。下一章。不要没挡到胡院长。这就是自己本来的心脏，那我们这个比较小的心脏呢，就给它种在旁边，两个心脏就互起循环。这两个心脏心房都相通的，血管也相通，所以等于这个病人的循环有两个心脏来负担。像种下去以后，各位要不要想想看，他两个心脏是一起跳，还是各跳各的，还是不一致？赞成一起跳的请举手。赞成各跳各的呢？魏教授举手了就对了，表示各位都还是喜欢说，同心协力哦。大家即使一起跳动了很多，因为心脏是它这里有一个括号司令 的控制台在这里，每个心脏都有，所以各跳各的，但是却可以互起循环。下一章。所以这个人知道他两个心脏很高兴，这是国内第一个双心人。下一章。这是电脑上扫描很清楚了，就是扫描而已，扫描再重组就这样。这个病人我们在亚东医院做的第一次心脏移植一个以后，觉得他跳得不好，看起来冠状动脉有问题，给他做冠状动脉绕道手术，结果还是不好。刚好当天有另外一个共心来呢，就给他种在像刚才那样种在旁边，连同他自己的心房加起来，我们说他是三心人，三个心脏，一个是自己的心房，左心房、右心房，那第一个从别人来的，第二个从别人来的，那这个是恰巧第一个做到失败，用 ECMO 在过活，然后有第二个来把它种上去，所以这个断层卸载就变成
其实是两个心脏在跳动而已啦。我们说三心人是有点讲的比较过分一点哈、哦，是一个心脏在后面看不见的，左右心脏自己的，所以这样的，有一张唯一的一个下一张。那这个是心肺起移植，他的肺动脉压力很高，如果光是做心脏移植，他也不能存活，所以我们就把他的肺跟心脏一起换掉。他已经进入第十年了，还很好。这个病人在民国98年做的。下一张，这个器官移植跟平常开刀不一样。我们身体有免疫系统，这是我们生物几千万年来能够存活的理由啦。身体有免疫系统，对外来的细菌会把它杀掉，所以各位感冒得了什么感染，其实药物帮忙是自己的免疫系统把它做好的。各位的身体几乎每天都有癌细胞出现，不会长癌是这些免疫系统，蓝色的是淋巴球、哦、绿色的代表细菌，从外面进来的细菌，这个淋巴球会把它杀掉。这个癌症呢，癌细胞就是正常自己的细胞把它变成癌细胞，我们免疫系统也把它杀掉。我们人都有像国家一样有安全系统，不同的是国家的安全部队呢，晓得外来是敌人还是国宾，国宾欢迎他，敌人就要攻打他。但是我们的身体免疫系统呢，这些没有那么聪明，凡是外面来的就是要把它格杀无论。癌变成癌细胞他也认得，就好像同样是中国人，你变成坏人警察就抓你，虽然你也是中国人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做器官移植以后，这些自己的免疫系统呢，会把我们种下去的器官认为是外来的，是不好的，也是要攻打它。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就叫做器官发生排斥，就是身体排斥外来的。下一张，所以一旦心脏移植以后呢，这个淋巴球就变成很多出来了，浩浩荡荡就往心脏那边跑，要去攻打它。下一张，所以开始来攻击心脏，这个就是排斥作用啊。你们说什么器官移植要有排斥作用，怎么就是这样，自己的免疫系统在攻击它。还好我们有现在先进有好多药可以预防这些免疫系统压抑下来，但是免疫系统没有也不行，细菌感染得败血症，感染没有敌人，所以免疫系统呢，器官移植以后，我们在压制免疫系统，就好像国家裁军一样，不是没有军队了，可能稍微裁军一下，让他对于外来的移植器官不会攻打得很厉害，但是对外来的细菌还是有抵抗力，所以不是把国家的这个安全部队撤掉，而是裁军的意思。下一张。一旦你有排斥呢，我们有类固醇啊 ,OK2T3, 还有很多药呢可以把这些免疫系统杀掉。但是我们不敢赶尽杀绝，还留几个让它跑掉。就是不赶尽杀绝这些免疫系统，让这些免疫系统还可以去抵抗那些细菌。下一张。所以我常常想，我们在做器官移植在用这些抗排斥药的时候呢，要在感染跟排斥当中维持平衡，好像左刚说一样，一失去平衡就完了哈。一方面药用了太多，它不会排斥，可能病人会死于感染；药用的不够，比较不会有感染，但是病人可能会死于排斥。我们要在两边呢维持一个平衡，这个器官移植药才可以存留下来。
现在我们做的心脏移植呢，我们现在有活到最久的是16年哦，可能魏教授那也差不多的更好一点。世界最高的纪录是23年呐、啊，所以我常常告诉我们器官移植的病人说，你要好好活着，你活每一天都在制造历史。尤其那个现在世界唯一的三星人，我说你要好好活着，你多活一天你就在制造历史，因为他已经进入第八年了。下一张，这个是大人哈，还有小孩子，很小就移植的也有，这个是1岁的，你能看他像郝柏村的眉毛呀。这个是 cyclosporine 抗拍摄药的副作用，我们有一个女孩子哈，换了以后她的手毛很长，像猩猩一样，给她很大的困扰。后来有一天来回诊，我看她毛都没有了，很好奇问她，她才告诉我她涂了脱毛膏，我才有晓得有脱毛膏，一涂了又，我想在座女士也许有用过，会说不定。困扰就是眉毛很粗哈，这都男生他们有时忌讳在一起，这个是小孩子做心脏移植的。下一张，我们发现小孩子做心脏移植虽然危险，但是他一旦成功，他活得比大人好。台湾器官移植的瓶颈呢，就是器官来源严重缺乏，不像大陆对这些管制比较没有严谨，很多枪毙的都拿来就是做器官移植，所以大陆现在什么器官都做了很多，维持心脏做的少，因为他们还没有长期存活力，做的还比台湾少，其他几乎都比台湾多得很。器官来源不重要，刚才讲过，我们国内肝脏、肾脏、肺脏移植都可以用活体，我们国内也开始做小肠移植，也可以用活体，但是心脏不行，要靠脑死。脑死的病人，有的中国有全尸的观念，身体华夫取之父母，不可毁伤也，所以不容易见证器官，所以我们要在器官建木要花很大的力气。下一张，所以像现在雪山隧道通了，以前没有在东部，我们都要用直升机。那直升机附近没有停机坪，我们就停在亚东医院隔壁的亚东技术学院的操场，飞机由罗东那边飞过来就停在这里，那把心脏移过来，因为心脏离开人体最好是4个小时以内种好最好，当然长一点的可以种啦，不过成功率就比较小一点。下一张，这是我们当时做的很小的小孩，就刚才说有郝柏村的眉毛，因为他吃药的关系，他这样的小孩子有时也会有严重的心肌扩张症，我们做心脏移植成功。下一张，现在长大了，生命很有趣，他没有那一小的脑死病人，他中的是一个，他1岁中的是一个8岁的，体重是他的3.6倍，22公斤，他只有5公斤而已。中下来的再回过头来这样，不是再回过头来，他血压因为心脏太大了，中了一个很大的心脏，血压高是150到90，1岁的小孩。对他来讲太大了，所以我们用药把这个血压降低。然后很有趣的是，身体小的他不需要这样大的心脏，我们用超音波追踪，他的心脏会自动缩小，因为不需要这样大了。那超音一波看，他心脏越来越小，以适合他需要的。下一张，等他长大以后呢，心脏又跟着长起来。所以让我觉得生命很奥妙了，就你不需要的话它就缩小，你需要它又大起来，它现在那样小变成现在8岁了。下一张，这时候各位
很熟悉变成很有名的 ECMO， 就从胡志强夫人邵小玲受伤以后，其实我们以前一直在用的。所以 ECMO 向各位介绍简单的就是把静脉血抽出来氧化以后变成动脉血又打回去，这样心脏的负担就减少了，所以它可以活下来。下一张，有时候我们从脚这样做不够有效呢，我们从心脏直接把血抽出来打回心脏，这样心脏就不会胀起来。这样弄到后来呢，心脏都不动了，但是它还清醒的。所以以前人说没有心脏，心脏停止就死亡，在这里就讲不过来了。这个人心脏后来停止跳不跳了，但有这样转他还活的，后来做心脏移植成功了。下一张，那 ECMO 以外，我们有时心病人要死亡的时候，没有捐赠心脏，又不能让他死亡的话，就做这样一个人工心脏，从这里把血抽出来打到主动脉来，这样我们最长有一个活了267天，然后等到心脏再把这个拿掉做心脏移植成功，也有这样，不过这个很贵，这样一颗就是200万，健保不给付。下一张，这两个都是放刚才那样类似的，这是什么呢？这个是电线跟那个人工心脏放在一起啊。它要走到哪里，要推到哪里。它要插电，离开插电呢，大概4个小时。现在，所以足够它到餐厅吃一顿饭再回来。但这个都是这个马达了啊，它可以推到这个走来走去。那跟心脏移植不一样，是我们心脏移植病人可以去潜水，可以去旅行，他不能去潜水，不能旅行也很麻烦，差别在这里。下一张，那比较现在新的呢，我们开始装这一种，也是跟刚才一样，是从左心室血抽出来打到主动脉，那我们刚才要推一个东西啊，现在已经减少到备一个电池在这里而已。下一张，就有些很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孩呢，这开过好几次刀以后还是不行，就做心脏移植，但是郝柏村的眉毛，因为吃黄宝林的关系。下一张，那现在变成这样大了，他还是一样移植以后心脏不用大人的心脏，移植以后心脏慢慢缩小，等他长大的时候呢，心脏又跟着长大了，这个用超音波都可以看得出来。下一张，我们器官很缺少，所以有人就想动物给它基因改造变成可以用动物的心脏，那就方便多了。但是现在研究都用猪，为什么不用狒或猴子，好像血缘关系比人近，为什么要用猪呢？因为这样保护动物者比较不会抗议，因为猪好像就是人给人类服务的，吃猪肉，还有猪的成长很快，猪生下来到它可以再繁殖的时候6个月就够了，猴子要等好几年，所以繁殖起来比较快啊。如果研究成功，猪的心脏可以移植到人来呢，那每家大医院要做心脏移植的，可能后面做一个养殖科学研究所。这样的猪在英国、美国很多在研究，台湾也在研究，养殖科学院还有台大农学院有在做研究。因为猪的构造跟人差不多了，因为有迷你猪，所以目前英国已经研究到猪的心脏可以种到猴子的上面去，但不敢种到人，因为英国法律禁止，他怕猪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病毒种到人体以后在人类就传开了，就好像艾滋病本来是非洲的猴子的病，
传到人类来，就传开就变成很厉害。古时候根本没有艾滋病，所以目前是在研究如何把猪的心脏用基因改变的，变成可以移植给人。肝脏、肾脏比较复杂，心脏是一个帮补作用，大概移植到心脏是最容易的。下一张，这个在罗马尼亚，在加州呢，有一个 Dr. Bailey 呢，他在这个小孩子生下先天性心脏病很复杂，左心室不全，不能活下来。他又找不到见证者，是世界唯一接受狒狒的心脏的小孩。他生下来，这个时候他现在是移植以后，他心脏里面是狒狒的心脏，不过只活了一个礼拜而已。后来我问他，在国际会议上碰到这个医生，问他为什么死掉，他说没有，不是排斥的问题，而是感染，他害怕抗排斥药用太多了，所以后来是死于感染。他解剖的时候心脏没有被排斥。下一张，但是以后就没有人再做血糖，所以将来的希望呢，可能希望能够有异种移植。我们现在所做的移植都是同种移植，就是异种移植，让就是希望有这样的问题或器官来源就不用血化了。几岁？你要说你是问我的肝脏呢，30岁；肾脏25岁；我的心脏35岁。虽然我自己已经85岁了。下一张，头能不能移植呢？可以。1940年，俄国的 Dr. Demikov 已经把一个狗的头种在另外一只狗的上面，两个头都可以吃东西。以现在的医学技术，要做头移植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活很久，只能活一个礼拜左右。为什么？因为这个身体等于是脑死一样，神经接不过去，所以做也没意义。而且做头的移植不比做心脏，你把一个男人的头种到女人的身体上面，就会觉得很混乱。他到洗手间，他在洗澡，他的时候看起来就是这很荒谬，反过来是一样，把女人的头种到男人的身体哦，那想法就遇到很多伦理的问题。下一章，那经济衰竭治疗怎么呢？现在有很多用乙型阻断剂啦，用一些新的药物呢，能够治疗心脏，让心脏衰竭慢一点。有人在研究干细胞。研究人工心脏，这是可以慢慢的可以让心脏移植减少或者延缓心脏移植，但是在可未见的将来还不能代替心脏移植。我们希望将来这些药研究很成功呢，能干细胞呢能够取代心脏移植，让心脏移植就不必那样找真正找的那样辛苦。谢谢。好，以上向各位介绍心脏移植的现况与未来的展望，谢谢。我们非常感谢朱院长这么精彩的演讲。心脏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意犹未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魏征魏院长来给我们做个演讲。那魏院长呢，是出生在1950年，所以对于朱院长来讲，他是新生的一代。那么魏院长是在国防医学院求学的，然后呢到了美国的 Columbia University拿到了 Doctor of Medical Science， 然后回来做医师，最后呢做了振兴医院的院长。好，那么现在是振兴医院的医学部的中心主任。但是呢这个魏院长呢，他有美国外籍医生检定考试的资格，所以应该可以在美国行医，是不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哈。那么最重要，他是我们中华民国器官捐赠学会的理事长，所以呢各位如果以后有什么这个器官要捐赠的时候呢，可能可以透过魏医师的这个帮忙。我记得我曾经到过
三军总医院去演讲，那个时候他跟我说，我现在在陪你吃中饭，但是呢20分钟之内那个急诊室一定会有事情发生啊、哦、那个时候病人来了，血流如注，怎么办呢？你一个止血夹夹进去，要夹到正确的位置，那个时候呢病人才不会因为血液流失过多而死亡。所以呢那个时候要很果断。那我们今天来听听看这个魏院长跟我们继续谈这个重要的心脏的情况。来。谢谢这个朱院长，林社长，我们叶副校长，还有我们胡院长，各位听众观众啊。那么谢谢这个你们来参加这一次的这个我们这个活动。那么当然也要更谢谢我们主办单位啊。其实这个活动呢其实是相当有意义的，因为诸位常常在媒体上看到一些新闻，但是呢在媒体上往往没有一个详细的介绍，就像我们有时候看到财经的一些名词看不懂一样。所以我想一般的看这个报纸的人呢往往不容易了解这些真正实际的内容啊。诸位很有好奇心，所以才来参加这个活动啊，那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这种这样子的讲座，实在是很有意思。那么当然了，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但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呢有各方面不同的人，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演讲呢尽量讲得简单一点。也还好，我们朱院长刚刚已经先介绍了一次了哈，所以我这边有一些重复的，我就不需要再花时间再做更多的解释啊。我们一直都知道这个朱院长呢是很会替大家上课的，我的口才没有朱院长那么好。那朱院长还很会画漫画，所以我这里没有漫画。那么当然这个题目来讲的话呢，就是同样一个题目啊。那么为什么这个我们好，再下一张。我想大概大家已经刚才这个朱院长已经介绍了同样的一个例子哈，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不要再提了哈，跳过去啊。我只是在补充一个《聊斋志异》也讲过换心的故事哈。那么下一页，你看这位是陆判，他替这个人在换心，这个人叫朱尔旦。我们再看下一页，下一个。我们今天好像都不是在讲医学的东西。《聊斋志异》上，他的陆判这个章节里面呢有心脏移植的记录啊。陆判是一个鬼，事实上他是在庙里面给人家供道的一个菩萨，他是一个判官啊。那么他到了晚上呢就会出来判案，那个庙啊，所以一般来讲那个庙白天有人去祭拜，可是晚上就没人敢去了啊。可是有一个书生呢，他是名字叫朱尔旦，他这个书念得不太好啊，喜欢喝酒，而且他又不怕鬼，所以呢他常常在那个庙里面呢就在那边过夜睡觉，喝了酒就在那边过夜啊。所以跟这个判官呢陆判呢就认得了啊。那么有一天呢他半夜醒过来，觉得这个他上面写肚子啊，这不太舒服的样子。哎，醒过来一看，看这个陆判呢放一块肉块在茶几上头，就问这个陆判这是什么东西。这个陆判说这个是你的心脏啊。那这个朱尔旦就很不高兴，说哎，你怎么把我心脏拿下来干嘛？那我知道你那个陆判就讲，我知道你这个毛窍塞耳，文章写不好啊，所以呢在千万家这个好的千万个心中替你挑了一个好的给你换了，那你拿下来的那个心脏是要留来补缺数的哈。所以第二天呢，他们那个时候心脏移植技术真进步哈，第二天就没有伤口，伤口已经愈合了啊。好，这个是聊斋志异，那个时候他们也很想换心。那个时候同样的呢认为书念不好是因为心脏不好。再看下一张。那么当然
那刚才朱院长提到这个心脏衰竭需要最后不得已啊，最后才要换心脏。那么这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叫做扩张性心肌症啊，那么有一些是心肌炎造成的。那有些人心肌炎很急性发作的时候，休克的时候呢，都要用上这个叶克膜暂时维持。那么有些人他恢复了之后呢，可能过段时间心脏功能还是逐渐衰退，那么最后变成一个心肌症啊。那么其实我的个人感觉，在最近这么多年来，这个心肌炎的这个诊断还越来越多，这个几率好像变高了啊，不管小孩大人都有这个情形啊。那么有一些心肌症是有家族性的啊，一家里面好多个，我们好几个病人都是全家两个三个换心的啊，有的等到有的没等到啊，就是兄妹啊或者是父子啊，这样好多个家庭是这样子。所以跟基因遗传有没有关系，我觉得也有可能有关系。缺血性的就是冠状动脉堵塞造成心肌梗塞范围太大，这种情形呢，当心脏功能到最后不行的时候，你接血管也不行，那这种情形可能就要换心哈。那么其他的我就不提了，比较少见的，再看下一个。那么捐心的条件哈，刚才朱院长特别提了我们这个过去什么时候脑死法令通过的这些啊，还有怎么样判脑死，但这个中间呢，其实主要还是车祸意外的最居多啊。那么脑肿瘤，假如说是脑部长了肿瘤啊，那么也是到最后脑死的时候也是可以捐器官，也有这个脑出血的，也有一些是脑出血。那么其实车祸的是最多，自杀的比如说跳到水里面溺毙的，缺氧然后救起来心脏还在跳这种，还有就是上吊的啊，就是他还不是太久可是已经脑死，这种都有。在过去台湾的死刑犯也有不少的死刑犯捐器官，但是现在很少了哈，因为这个我们的死刑犯捐器官跟中国大陆的不一样。中国大陆的死刑犯在过去呢，他们器官呢有些时候他这个管制不严啊，就是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那我们的死刑犯呢都是经过第三者，通常都是牧师啊这些宗教人士帮他认定他真的要捐器官，他真的是真心要捐器官的这些死刑犯。大家都知道这个陈进兴对不对，他也是捐器官的，我们好多个死刑犯都捐了器官啊。那么这些死刑犯他们的一个想法就是反正要枪毙了嘛，干脆这辈子做一点好事，下辈子可能好一点啊。那么有这个心态，其实中国人这种观念呢，反而会促成有很多的死刑犯捐器官。其实死刑犯捐器官呢，其实他的器官是最好的，他没有经过长时间在医院里面插了呼吸机啊这样子啊，不太会有感染的问题啊。但都要验血啊，但是呢这个。现在目前台湾很少有死刑犯。第二个呢，因为判脑死的这个规定呢很严格执行的话也不容易办得到，所以现在很少听说这个了。最好是年轻的啊，体重接近的，刚才朱院长提到体重要接近比较好，年轻啊。那么但我们有一些病人呢，其实他命都快没有了，有时候还挑，他挑什么，能不能捐一个年轻的啊，还挑呢啊，这个现在没得挑啊，现在轮到的不错了，哎，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病人捐器官的五十几岁六十几岁的我们也用了，哎，因为命比较重要，你不要去挑那么好的。就比如说刚才朱院长提到七十几岁的人用了三十几岁的心脏，其实我们有的二十几岁的人用了五十几岁的心脏啊，也有可能啊。但我们觉得知道影响好像不是太大。有些人的体质本来到了五十几岁他的心脏还是很好，所以这些呢都还不是大问题。那么血型最好是相同啊，假如说血型不相同的时候，你至少要相容的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才比较容易成功啊，否则的话比较排斥的机会比较高。还有就是不要有感染啊，捐赠者假如说已经败血症细菌感染，那这种情形就不太适合。我们再看下一个。1954年，这位医师他是做了
人类第一个肾脏移植。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他很幸运，是同卵双生的双胞胎之间的移植，所以呢，当初虽然没有很好的抗排斥药物，他成功了，他后来也得了诺贝尔奖，啊，那么到所以现在器官移植第一个器官移植是肾脏，到现在已经51年啊，我们看下一个，第一个心脏移植是巴纳德做的，1967年啊，那么看下一张，他这个。他换碗的时候，当时病人还不错，但这个病人好像活了21天那样子，啊，也是一样，没有很好的抗排斥药物在那个时候，但开创者都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他即便这样做了，他也不知道该用这个药要用多少，你就算动物实验你做了，可是你还是不知道人应该用多少，所以你在那边调整的时候，有时候太多了，太少了，啊，那就可能在那个时候都会认为，哎呦，可干脆多用多一点。所以也可能就最后也是感染就走掉了。我们看下一张，那么这个不用再谈了哈，就是原位心脏移植哈。再看下一张，我们在我个人是在三军总院那个时候，87年那个87年86年那个时候，我们做一些动物的心脏移植啊。那么这头猪呢是换了一个心脏的一头猪啊，那这头猪呢，这个。是一头小猪，那时候我女儿还这么小，现在都已经20几岁了，20年以前的事情啊。那么换了这头猪很好玩，别人都以为是一头狗，一只狗，因为它的颜色像狗的颜色，啊，看着头之后才知道不是狗。这头猪后来养了6个月，后来到九个月的时候，我们后来留6个月之后，因为它那个吃抗排斥药物在那个时候啊，还是相当贵，一个月要吃掉5万块钱，我们一个月的薪水也不到5万块钱啊，所以他后来想想实在是，这个供不起他，就最后算了，把他让他出院了，他出院了，后来就回到台大动物系那边去养，啊，那3个月之后呢死掉了，因为那3个月他没吃药，啊，所以那个时候第一次我们做猪的哈，再看下一个，下一张，那么我们在人身上做第一个心脏移植呢。是当初朱院长1年以后啊，朱院长是台湾第一个心脏移植哈，啊。那么我们1年之后，我们做的这个病人是台湾的第5个当初哈，啊。那么他做了之后呢，也蛮幸运，他就活了10年。10年以后，他是因为脑部受伤才死掉的，否则的话他很可能还活到，因为他运气很好，我们第一个病人呢，他的这个组织配对有4个相同，4个相match，啊，那么他的故事也很好玩，啊，第一个他的名字就很好玩，就是一的意思，啊，他其实他们不知道他名字是叫什么名字，当初从那个云南呐，啊，反攻救国，是什么？就是那个滇缅那边跟到军队过来的时候呢，去户政事务所登记。人家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不会写，他没念过书，所以他是云南人嘛，他说他的名字叫一表，我也不知道怎么写一表啊。然后那边的户政事务所干脆就把他自己造个名字叫一变就是了。这个他名字来源是这样子的，啊，那么他出来之后，他的孙子就留在这个金三角出不来，所以他只有后来换了心之后才去金三角看他这个儿子，啊。他本来是家庭不太和睦的，母亲跟子女不和睦，所以当初我们要他换心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人是很不舒服，他说我要换，他要换，但是呢，他的家人呢，我们心想会不会同意？他的儿子子女，通常我大家都知道这是第一次要做心脏移植，所以通常家属都不太容易决定换心，但是他的家属很快的就答应了。立即答应，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是不和睦的，就像我们第二个换心的病人就考虑了好久好久，一直到进开刀房前1个钟头才决定，啊，那个是第二个病人，他的话就很快就决定了，那也很运气也很好，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捐心者自动捐的，不是我们劝他捐，他那个时候那个父母的观念非常正确，
一个阿兵哥，他自动父母就说他要捐器官，把他捐出来。那位病人的名字呢，叫做王新一。王新，他的名字就是新一，就是这样子，啊，他是就那么巧。然后换了之后才发现到他们两个住在很近很近，都住在龙潭很近的地方，是邻居，啊，都有很多巧合的事情。那他很幸运，他就活了十年。他为什么会脑部受伤呢？因为他虽然不识字，但是呢，他去赌博啊，捡红点那个赌博，每次都赚钱，因为他很会记牌。所以他到赌场去，大家都不欢迎他，因为他每次都赚钱，哎，所以他有一次就是被人家拒绝进这个赌场，被人家推了一把，摔到地上。可是他又不敢跟我们讲，他来医院的时候会吐，那时候我们心想是不是排斥啊或者什么问题，就后来昏迷了以后，赶快做电脑断层，发现脑出血，才问了之后，他家人才讲他是被推的，可是他早不告诉我们，那时候开刀进去已经来不及了，啊，所以他怕我们，因为我们再三劝他，跟他讲不准去赌博，所以他不敢跟我们讲他去赌博。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没有我们刚才朱院长那位心肺的漂亮啊，这位是我们目前存活最久的，差不多将近20年了。他是差不多20岁的时候换心的，到了现在还存活的还不错。我们再看下一张，这个我就不要再提了哈。再看下一张，这是比较有趣的哈。那么当初这个病人呢已经插了呼吸机快将近2个月，已经做了气管切开，然后肺部已经都感染，里面培养的细菌有7种细菌，然后他已经是被列入拒绝往来户，怎么讲呢，不可能考虑换心了，他是等换心的。但是那一次呢正好有一个心脏多出来，我们本来也问了各医院，也没人要换，大家都没有适合的。那我们打算那个心脏怎么办呢？拿了之后就没有用了。后来到第二天，我们想想，睡不着觉，为什么？这个一个心脏不能这样浪费啊！想想他，只剩下他血型可以，干脆把他做做看吧，就给他换了。所以那个时候已经13个小时，啊，目前来讲大概是最久的。在这个之前的报告，全世界最长是缺氧8个小时。刚刚朱院长有提到，一般来讲最好4个小时。那我们纯粹死马当活马医，把它装了13个小时，最后就活下来了。再看下一张。那还有，我们谈到不吃药可能要排斥的问题，啊，那么因为我们在做这种移植来讲哈，其实朱院长他是很有胆识的，所以第一个就做了哈。我们这个病人倒很有胆识，这个病人呢，啊，他也很有开创性。为什么？他吃药吃了2年之后，换了心吃了2年药之后，他突发奇想，他说：“哎呀，这些药吃了都不太舒服，干脆把药给停了试试看。”他就把药给停了。停了之后呢，又过了1年，都没事。他就偷偷的告诉我们说：“哎，他其实已经有1年没吃药了。”我们吓一跳，我说：“你真的假的？”哈，我说：“你验血不是都还有吗？”他说：“他每一次验血之前呢，啊，他再吃一颗那个药，啊，所以我们验起来都没被我们发现啊。所以，那我说既然这样子，赶快做个超音波做切片看，哎，没事，好吧，那就不要吃算了。所以他现在已经5年了，没吃药。全世界大概只有2个患心病人没吃药的，他什么药都没吃。”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全世界只有2个的其中之一。但是我们后来有一个病人，他已经换了10几年的，他看他有这个例子啊，他就偷偷的也不吃药，结果过一个月就死掉了。哎，我们再看下一个。那么刚才朱院长介绍了这些辅助的东西，因为等心脏等不到的时候，最后你要靠机械式的东西来辅助哈。那么当然我们再往下看好了，这几种
其实我们使用这个的目的，有时候是希望等到心脏功能有可能会恢复的这种情形，只要恢复了，那最好把机器给拆了。那么有一种情况是等心脏移植啊，等心脏移植看有没有心脏到了啊，然后有心脏可以换。那么现在甚至于想到把这个机械的东西呢，看看能不能来永久使用啊。现在目前也有一些号称就是来做永久使用来做的一些心室辅助器啊，或者人工心脏这样。再看下一页，其实它这个分类有一种气动的、轴流式的，还有磁浮的哈。那么气动的就是用气哈，就是人工心脏或者心室辅助器装在这个部位，或者是肚子里面，或者是身体外面，然后用气把里面的气球打起来推动啊。那么它外面马达都在外头，就像推个机器哈。那么这种情形它都会有脉动的啊，它是马达一次一次打，把气打进去抽回来，打进去抽回来。那么后来做一种所谓轴流式的，轴流式比较小，可以装到体内，但是它不是脉动性的。好，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图片。还有就是比较最近在研究的就是磁浮的啊，这个都已经开始上市了哈。磁浮的它马达也是在里面，但是它也是一样没有脉动。我们看下一页啊，这个是气动的哈，这个心室辅助器，左边的、右边的或者是两个一起的哈。再看下一个，这个是气动的哈，气动的，这个Berlinghard， 我们再看下一页，这是德国他们装的这种 Berlinghard 的这种例子。再看下一个，装的这双芯是辅助器的，这后来再换新的。再看下一个，但这个气动的时候，它是我们知道心脏里面有四个瓣膜，左边两个，右边两个，它有瓣膜就像门一样，你收缩的时候，它才会让这个血收缩舒张，就是血出去再回来这样子，它不会让它血倒流回去。那么像这种啊，它就是没有瓣膜的了哈。刚刚讲那个气动的，它一定要里面要装四个瓣膜啊，左边两个，右边两个啊。那么这种轴流式，就是中间有一个rotor， 就是像涡轮一样的东西哈。那这两边磁铁，那这个上面这个粉红色的位置也是一个线圈，它是产生一个磁场，让这个里面的这个会旋转啊。那它这个转动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血从这边引到这边来。那这种轴流式的呢，它就比较不能抵抗一些阻力啊，它可以持续性的血流让它引导单方向，它里面没有瓣膜，但是它的缺点就是没有阻力高的时候是不行。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厂牌的轴流式的哈。再看下一个，这个也是轴流式的。再看下一个，那轴流式因为比较小，可以装到体内，然后出来的这个部分就是只有个电线，然后接了个电池。那么现在有这种磁浮的，磁浮的话它就连这个轴都没有哈，这个是磁铁。那这个中间这个部分呢是一个塑胶的容器一样，它这个中间没有这个没有轴心哈，然后也没有焊接的位置啊，所以呢它比较可以用的比较久一点。那它是利用它这个里面旋转的这个 rotor 哈，它这里有里面有金属的部分，它这个外面环绕的这个部分产生磁场，然后引导它里面旋转。那么这个整个可以这样拿下来哈，就像这样可以拿下来。那这个是它的马达的部位哈，那么它就血流呢从这里进来，从这边出去，像一个离心式的一个 pump 啊。那这个是将来它会出来，这个做的这么小啊，这个是现在目前能用做的那么大，这是放在体外的。那将来他们希望把它放在体内，所以这个方面的进步呢，这几年下来一直在进步，东西要做的小，然后它的效率要高。再看下一个，那么这个是全人工心脏哈，那么这个全人工心脏呢，它是把整个放在身体里面了哈，然后呢，这个外面带的电池是可以充电的，那么它这个等于两个辅助器加在一起，左边右边都有了哈，那么它里面也是马达，然后用这种
压缩的方式，让这个血液啊，可以流动。那这个是目前来讲，真正在美国真正开始使用的人工心脏，全人工心脏。全人工心脏意思就是自己心脏要拿掉的，自己心脏拿掉。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是十几年以前我们曾经用过的全人工心脏，这个是气动的。啊，那么它这个是气球在这里充气的时候就把血赶出去了哈，气抽回去的时候这个血又回到心室哈。那这个但不是我们自己做，是一个郑国彩郑博士，他是一个牙科医生，他做的。我们再看下一个，当初他这个是在台南，他自己有个人工心脏研究中心，他做的，他花的钱很少。其实他的这个人工心脏呢，只有这四个瓣膜是从就是买来的四个瓣膜，其他就是手工啊，这些管子都是平常一般开刀用的管子。再看下一个，当初它的机器呢里面有两个马达，这中间可以蓄电，可以跳从这个马达跳到另外一个马达。那么这是一般的那个时候一般我们家里面用的那个 PC 哈。所以他当初设计这个东西，他真正花的钱呢其实是很大部分都是光华商场买来的东西啊。那么实际上花没多少钱，他说最贵的是这个壳子，铁工厂做的这个壳子。我们再看下一个，当初他要我们帮他做动物实验，牛的实验的时候，这个是装到牛的身上哈。我们再看下一个，那时候很惊讶，他这个牛呢开完刀四个小时不到就可以站起来吃草，就已经开始吃草。这个是他的通气管，所以这只牛已经没有心脏，所以这只牛活了两个月啊，两个月。因为后来因为体重变大了，他本来80公斤后来变成120公斤，所以这个人工心脏不会长大，所以最后这个牛就死掉了。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病人呢，当初我们装上去的时候呢用了14天，他当初心脏已经是很糟了哈，用了叶克膜也用了那个都不行了，那么肾脏也坏了哈。那么装了14天，最后终于等到一个心跟肾移植。我们再看下一个，后来他装了后来做了心脏肾脏移植之后呢，他是民国85年做的，现在也十几年了，他到现在还在传教啊，他都还不错，新生移植之后。这是人工心脏。好，再看下一张。所以这个是刚才朱院长提的那个罗马琳达大学的那个狒心脏小孩啊。我们当然希望现在目前来讲，人工的东西呢有时候会被渲染得太好了一点，事实上人工的东西呢是当作一个暂时性的，可能可以长时间还是不行，所以呢还是最好还是要做器官移植。那我们再看下一个，但是动物的还是到目前来讲还是没办法取代。所以器官捐赠的人数呢，在欧美他们大概每100万人口每年大概是20个，台湾大概是4个，可是跟东南亚国家来比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我们台湾再看下一个，脑死的立法啊，他们在台湾美国这些地方呢是人发生问题的时候你问他家属他同意他捐器官啊。那么在有些国家呢，是新加坡、奥地利等等，有一些欧洲的国家呢，它是你万一发生车祸脑死了，已经不会讲话了，他就看看你在你生前有没有签一张东西说不捐器官，像你没签这个就代表你要捐，那所以刚好这个是选择不同意的这种，啊，所以这种法它是不一样的一种法，所以这种情形在这种国家的话，它就器官来源就会比较多。因为他等于强迫你在生前要表态，你要或不要都可以，但是你要表态。在我们这种地方多半人不会在生前去表态，你即便是愿意捐器官可是你没有表态过，等到万一发生事情你也不会讲话，家属不敢帮你签字，家属不知道你的意思不敢签字啊，所以这样就会减少一些机会。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大概就是就是我今天就跟大家报告到这里为止，谢谢。首先两位啊前后是差了，他们差了大概是一个 generation 15-16年、哦、那么前后呢为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心脏病患者提供了很多的服务，对吧？
差不多。没差那么多，好，对不起，我是按照那个时节的那个届数来算的哈。好，那么首先两位有没有什么专业上的交流或什么地方？我们两位先交流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前后两个世代，哎，对。这个很不习惯，你晓得，这个有点像孤汪会谈，很多记者在那边听到。好，那我们就跟这个听众来交流一下哈。首先我们这个是国家科学委员会资助，然后由中央大学跟这个中国时报共同来办这个，我们非常感谢中国时报提供这么好的场地。好，然后最后呢还会有杨维敏这个副主编帮我们报道一个特殊的报道，在礼拜二会登出来。好，所以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能够提出来？来。那个两位医生你好，我是政大附中的学生。那个请问一下，就是刚才朱医师有讲到，就是使用叶克膜，那他的心脏可以不跳动，可是我听生物老师他说，就是心脏可以刺激某些激素的产生，那如果心脏不跳动使用叶克膜的话，是否会影响到那些激素的产生？这样，谢谢。你说激素是酵素是 enzyme 是不是？还是哦 ，hormone 啊？哦，对，你说激素，那只要有血流到的地方，灌流这个产生激素，像甲状腺、副肾上腺，还有脑下垂体，这些都产生激素的地方。这些只要有血流灌流它是活的，它就会产生。心脏不跳动，不过叶克膜呢就可以让血流一直运转。叶克膜主要的作用是把静脉血收到叶克膜来，把静脉血变成动脉血再灌回身体，所以它虽然心脏不跳动，它照样全身是有血在供应的。我刚才讲过，心脏就是人的帮浦，它帮浦让血流运转，血流继续灌流那些产生激素的器官，就激素就产生。你讲的没错，郑大辉同学你讲的很好，就是没有激素心脏是不会跳动的，没错。不过我们用叶克膜，心脏激素照样会分泌。对，好，有回答哈。有没有补充？大概你的他可能是不是指的没有心脏用叶克膜没有心脏的状况之下，是不是？你不是这个意思哈？叶克膜使用到最后，有时候心脏就不会跳动。啊，对，我再补充一下，我也看报纸了哈。台大最近有一个没有心脏的，用叶克膜16天，他还做心脏移植还是活的，表示没有心脏的人，就现代科技的进步。那没有心脏的人或者心跳停止的人照样是活的。我最近看到，不是最近了，好几年前看到有一个紧急的求救，好像是说台大有个医生还是怎么样哈，他心脏有问题，结果发出什么求救信号，希望大家来有心脏的提供心脏，有没有这么回事？记不记得以前是常有各家医院他的病人危险就发出求救，后来卫生署成立器官登录中心，就不赞成这样做了。他你有心脏要等待，你的情况怎么样告诉登录中心，登录中心有器官要分配。当然这些目前还有争议啊，还有到底怎么分配比较好。目前有的是嵌入的嵌入医院的这一家医院，如果有做心脏移植呢，除了别家医院有18岁以外，这一家医院优先呐、啊。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声音说，不要这样，要按照严重程度来分配。那另外一派就是说，这样的话会让那些欠征的医院不很努力去欠征。这个还有一些争论的地方，不过目前是倾向于不由个别医院来呼吁。是呼吁整个器官捐赠来分配。那有些人家里经济状况比较好，那他出多点钱能不能先
这个器官捐赠用钱是违法的，不能买卖，是器官是禁止买卖的，所以用钱是不行的，不行。好，谢谢。我这个再补充，因为这个哈，你买卖有可能发生的状况，顶多就是肾脏，甚至于肝脏，心脏是不可能，对不对？那现在台湾这个情形就是说，你呼吁也没用，因为你就算呼吁了，真的有人捐器官的时候，你还不能指定给那个人，不能指定，要到位登录中心去，登录中心已经有一票人在那边排队了，按照电脑排序，没有办法说是你评鉴的关系，不是因为评鉴，他有一个有定了一些标准，虽然现在的标准或许还不是还有争议，就是到底要怎么分配，比如说同样一个 O 型的，比如说有10个 O 型的在等，那有一个 O 型的捐器官，那你要给 O 型的人，对不对？那你这10个到底谁优先？对，他这不在不同的医院嘛，在不同的医院里面，那在过去比较早以前，那么由这个捐赠的医院自己来联络哪个医院，然后那个医院来决定哪个病人比较急给他。那么现在呢，这几年已经好几年了，两年了吧，那么就是完全按照事前排的那个顺序。那么这个顺序就是看，但刚才专员长提了一下，但这个在这边谈太复杂了，有点太复杂，但就说你是不是按照疾病严重度来优先来分配这样子。那么所以你在那边呼吁的时候啊，但是他可能在媒体上呼吁的那种人大概都是非常急的，非常急的话他很可能已经排在那里面的优先了，但是不见得是第一，也说不定是第二，你就算捐了也可能一排到另外一个第一的，不是媒体上讲的那一个，有可能这样。好，谢谢。那现在我们请陈慈林小姐来发问。两位医师好，真的很高兴，我等这一天等好久。那我这个问题是其实主要是我是觉得现在一些年轻女孩子哈，可能是也不容易结婚，可是也结婚之后她可能怀孕这一方面她自己也没有注意，我们以前自己就是说怀孕的时候都很小心，我想问的是说在怀孕初期如果孕妇有遭受到重大的意外或者是病痛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胎儿的心脏产生什么心脏畸形这一方面？谢谢。你好像问到妇产科的问题。心脏畸形哈，是年龄很多不大清楚哈。如果父母有先天性心脏病，他生下小孩子的几率是别人的4倍，但是正常1000个婴儿里面只有8个可能有心脏病，你4倍也不是32个3%，几率还是非常少。现在超音波很发达，早期就晓得心脏有没有畸形，所以现在先天性心脏病越来越少的理由就是在胎儿早期发现就被打到就被拿掉了。但是你刚才说是陈小姐啊，重大伤害一般是不会影响，我不晓得你伤害是精神的伤害还是肉体的伤害。我自己的认知啦，可能不是很正确，就是说胎教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国小教书，常常有一些孩子我们后来追根究底之后是发现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可能压力太大，或者妈妈自己本身营养不良会影响到小孩子，所以到小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就觉得问题蛮多的，所以我自己就联想到说会不会说在他胎儿在发展的初期可能是在发展心脏的时候，妈妈可能是有严重的细菌感染或者什么，然后就去间接的影响到胎儿，或者他有什么出车祸什么，本来应该可以很好的发展的时候他正在心脏的血管怎样。大概对不起，胎儿在就是受精以后5个礼拜心脏就完成了，很快，有没有畸形那时候就决定了，那超音波晚一点就可以看得到。那至于
我们超音波看的都是大体上的有没有畸形啊？至于心脏肌肉有没有什么畸形，现在很难说。只是吃药，我们对孕妇用药很注意，药都有分 A、B、C、D 对孕妇的影响。A 是没有影响 ，B 可能，C 更大 ，C、D 的药我们就不用了。那倒是吃药，在怀孕的前三个，我们会很用心，会很小心的。好，我们回答了医学的问题以后呢，我们请一位陈老师，陈明仁老师来提一个这个很有趣的问题了。徐院长，魏主任哈，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参加两位的演讲哈。那其实有一个问题，刚刚哈这个两位都有提到，就是说，欧美国家他们器官捐赠每年百万人次是20位，我们台湾是4位。那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最近几年困扰着我哈，因为其实我有那个器官那个捐赠的那种概念，我也想这么做。但是我的亲友几乎都反对，那我是觉得说，我们是不是有这一方面的研究，以及如何破除这一方面的这种迷信哈？那是不是两位有什么样的看法？谢谢。这个是好问题，因为这个啊，这是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的哈。就是，有一次我有一次上这个圣严法师，他有个节目，电视节目，他那次找我去，他要提倡器官捐赠，那么，在上节目之前，但是剩下几分钟了，我跟他先聊一下，那么。他才搞清楚，原来器官捐赠心脏还在跳啊。他说：“哎，他不知道心脏还在跳。”那我说：“那这样子的话，我说你们佛教怎么看法？灵魂的看法？因为在我所知道，灵魂这是佛教的讲法，道教也是这么讲。灵魂在人心跳停止以后，要到至少要等到好几个小时以后，温度已经降下来了。”啊，变成常温的时候，他灵魂才会离开，否则的话，这个灵魂呢是不愿意离开的，他不愿意离开，否则离开的话会很痛苦。我说这个讲法是不是？他说是，没有错，佛教他也是这么认为。那我说那你怎么谈器官捐赠啊？马上就节目就要开始了，谈不下去了。那他倒很机灵，他说啊。他想了一下，他说还是可以，只要这个当事人愿意，他就可以，他就不会说舍不得离开这个身体，就没有问题啊。那么是这个是一个为什么说生前，但你这样来讲的话，但不见得每个人都信佛教，也不见得每个人都信道教，可是至少佛教道教是这么讲法。所以为什么签这个器官捐赠同意卡还是蛮重要，就是至少要表明，不一定要签什么东西，至少要表明说我愿意捐器官的，这种有这个观念才可以。假设说生前并没打算捐清，或者是甚至我不愿意捐器官，结果发生事情的时候，家人帮他签了一个器官捐赠同意卡，不，器官捐赠签了字，是可能会有问题，是可能会有问题。那么我知道你们本来还打算问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那种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事先看到你们有写给我那种要问那个问题啊，那我就在这边先回答这个事情。我个人是觉得，不是说真相信这个东西，可是我们在病房里面，我们的医生、我们的护士，有些人他就比较相信这个，他就会提出这个质疑哦。
比如说哪个病人换了之后结果不好，他们就跑去问，哎，这个当初这个捐赠器官这个死者到底是怎么一个状况？哦，原来他是被打死的，哦，他被打死，打死之后丢在水里面，然后这个结果这个他们把心脏拿回来的时候，因为只拿了一个心脏嘛，那没有多重啊，放个冰桶里面，会比平常重很多，提都提不动，啊。他们就事后告诉我这样，他们就上那个救护车，怎么平常这样一拎就拎起来，怎么提不动，好重啊！一定是死者不愿意捐，啊。然后呢，哎，还有就是受赠者这边，他们就跑到庙里面就去问了。啊，庙里面的那个师傅就说：“哎呀，这个当初这个人不想捐了，那你要去好好去说服他，去拜他啊，甚至还有叫我们家属磕1000个头的，他磕到地上都流血了，哎，家属只好好好就很诚心去磕这个头啊，啊，结果哎磕磕好像哎也很奇怪，那个心脏功能又变好了。”那就可能也可能是碰巧，可是我们就有好多个这种案例，不是一个两个，很多。那么，他那个很重是真的，因为他那个人死了，然后他还把人家心脏拿来了，他心里害怕，腿软。无神论者，哎，对，是，所以这个我讲的是只是纯粹好玩，我想大概朱院长可能还有一些补充。我佩服陈老师自己签的卡哈，不过以你的情况哦，当然是万一或者是几十年以后了，你想见都见不成，因为你家里不能签字。照我们的法律，你签字以后，我们拿一个某一某人签字，我们拿到器官是合法的。但是医师的立场，如果家属不同意呢？我们很不希望在家属哭哭啼啼之下拿心脏，所以虽然法律规定说签证者同意就可以拿了，但是我们经常会尊重家属，所以你如果你的亲友反对哦，你的愿望也达不到，所以你要可能要说服家里人同意了哈。在外国20哈，刚才魏主任说20的平均呐。我在晓得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每100万有50个，奥地利哈有40个，有些很多，当然台湾太少了，都在4个5个当中，每100万人口。我想，也许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哈，跟宗教信仰有关系。各位可能看到第六感生死念，人死了以后灵魂就离开了，在西方的想法，所以躯体只是供灵魂住的地方，如果死亡以后躯体变成不重要，所以西方人比较容易捐赠。有一个爱尔兰的足球，说一个年轻人可惜190公分发生车祸，他父母来台湾，人家签名他就同意捐赠了，他捐赠给台湾的受赠者。那台湾的佛教道教的信仰呢，人成仙不是灵，一个人成仙是乘黄鹤而去，整个人都走掉。基督教不拜偶像，我们是拜偶像的。我们也相信轮回之说，会再回来。那很多人说不愿意捐器官，因为轮回回来以后要完整的身体。甚至我也碰到过一个捐赠者，他家是同意什么都捐，但是不睁眼睛。他说他要走路回来，没有眼睛就不行了，所以眼角膜他不捐赠。所以中国可能宗教信仰是人死的又是整个人还保存完整的。成仙我们拜关公，拜什么，拜妈祖，都是有一个佛像在那里，所以完整的躯体的观念哦，可能也会影响捐赠的意愿，所以有待再宣导。有很多捐赠者认为人死亡要住念8个小时，他说住念8个小时好不好，如果你们同意才捐，我想这样你能只能捐眼角膜，最多皮肤或骨头而已，其他会动会用的器官大概都细胞都坏死了。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是观念问题了哈。
我们说这个不得全失。那么如果一个人在野外被老虎吃掉了，你说这个人啊，这个前世没积阴德，被动物吃掉了，好，那我们就等于说寿终正寝了，寿终正寝还不能烧哦，埋在那个棺木里面。后来被什么东西吃掉呢？被细菌吃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想想看，被老虎吃掉还比较光彩点，被细菌吃掉实在是不怎么光彩。但是总而言之都是吃掉了，那不如捐赠出去比较好一点呢，是不是哈？这是观念问题了，大家去回去想想看，到底我们的尸体到最后是被谁吃掉了？啊，好，那我们再回头来谈一下这个科技的问题。王瑞章先生，来。两位医师好，我想请问一个健康的问题。那现在人很重视生活的健康哈，那如果生病是来自于遗传基因的原因的话哈，那可能就要听天由命哈。那但是有一本书啊，我最近看就是新谷医生讲，癌症是来自于生活习惯的不良，不管是饮食中有过多的农药或者是防腐剂，还有或者是运动流汗太少所造成的哈。那因为梁医生谈的器官移植哦，我就有兴趣一个问题。那个新谷医生讲说是来自于生活，主要是来自于生活习惯，而生活习惯不佳的时候，癌症会发生在身体的任何器官，而不是有那个癌细胞的移植，只是器官比较弱的会先发出癌症，等到每个地方都弱就会都有可能癌细胞会出现。那这个观念如果要科学一点来看这个问题的真相如何，那我就好奇，就是说如果器官移植者的来源是有癌细胞的，当然那个器官被移植的器官本身没有明显的癌细胞，但是里面必然可能会有被就是那个癌细胞那个散播之后的部分，那有没有显著的统计发生就调查出器官移植后癌细胞产生的比例，原来是癌细胞产生的癌细胞患者和非癌细胞患他的那个发生癌的细胞的比例有不同，如果有明显不同，我们说是癌细胞有转移，跟生活习惯比较无关。那如果真的是生活习惯造成的话，生活习惯不会随着那个器官移植移到新的那个载体那个人体上，所以那就不会就那个显著就会不没有那样显著，所以就可以比较科学知道到底癌细胞的移转是生活习惯还是本身的基因的问题，这样。谢谢。癌症的成因很多了哈，先天的生活习惯，像抽烟、喝酒、药槟榔，这个都是比较容易得癌症。还有你讲到吃到有农药的这些环境的因素，但是器官移植呢，第一，捐赠者要没有癌症，有癌症不接受，有一个例外。他是脑瘤，但是只有脑里面有，他还没有传到全身其他地方，这个可以考虑。其他有癌细胞的是拒绝，除非你不晓得，比如说他癌症你没有诊断到移植过来，那就很难说了。有癌症移植过来的话呢，他癌症会遗传，文献上有这样的报告。还有器官移植病人呢，比一般人容易得癌症，为什么呢？我刚才讲过，身体的免疫系统在外面抵抗外来的细菌，里面在杀死癌细胞。你器官移植以后，你把它的免疫力压低了，所以有报告，经过器官移植的人得癌症的机会比较多，尤其用环保林呢，得到淋巴瘤的。我们心脏一直碰到几个病人，后来是治好的，有的开刀切掉，有的把环保林减少，还治好的多。所以他移过来呢，
你所担心的不是癌细胞移过来，而是有癌症我们就不打，他的器官就不接受了。还有用免疫器官，你只要用抗排斥药，这个人就比较容易得癌症。但是您刚才有一个 slide 里面讲，人体里面都一直有癌细胞一直在杀。对啊，因为你免疫体强，所以很多人不会得癌症。但是你器官移植要把免疫体压低以后，癌症比例就显出来，就显出来，比例比较高，也不是很高都会得癌症啊。但是比没有器官移植的人，癌症几率比较高。我们有一个患者哈，就是换了心之后，过了四个月，他开始长这个，我们讲这个艾滋病的那个卡坡西氏瘤，那是一种很恶性的一种癌症哈。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很大胆的就把它药减半，把那个抗排斥药物就给它减半。他本来除了伤口腿上有之外，他已经长到肺里面都有。我们把它减半之后，它竟然全部消失掉了。所以这代表很多的癌症呢，其实跟我们的免疫力、抵抗力有关系。所以有些时候呢，这是有些医生会吹嘘他用了什么中药，癌症治好了，啊，那也可能真的管一点用，可能他增加了他的免疫力，所以癌症自然消失掉了，有这个可能。因为很多人观念认为说，得了西医宣布一个病人癌症的时候，那是绝对没救了。那怎么可能会这个神医用了一些药他好了啊？一个是可能性，就是说他的抵抗力增加，那他这个抵抗力增加不一定是因为这个中药的关系，也可能他自己身体里面有一些改变啊，可能他生了病之后开始多休息，他可能就调整了一些生活啊，一些这种情形，所以让他这个抵抗力变好了一点，他这个癌症就可能会消失。不是说长了癌症之后就一定会继续恶化下去。的确我也看到过一些人，他比如说肺癌，他后来自己又消失的也有。所以不见得代表说那个吃了某一个药把它吃好的啊，有时候不是。但是有些人可能是因为这样他就大做宣传啊，去收很多的钱啊，这个可能是跟就是大家晓得跟免疫力有关系，可是不见得是因为那个药所治好。好，谢谢。现在一位高中非生物的老师李俊弟老师，有没有？好，来来。对不起，我原先以为那个只要交音乐上去，那个这么多的问题就可以发现是我问的，结果还是只好要问。明确同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我只是想请问一下，就是原先那时候提到一个异位心脏移植，那异位心脏移植。身体里面有两颗心脏或者有一个三星人，那样子那些心脏在这个位置会不会太挤，他们挤的时候他们那个就是那个伸缩的时候会不会挤来挤去的，会不会有些就是他那个位置会不会像刚那位一个换心的，我觉得他抬头挺胸会不会是因为太挤了所以他只好抬头挺胸了。我那是我第一个很蠢的想法。那第二个是那时候好像还有一个提到说那个心脏他们的脉搏就是他们那个压缩不会是同步的，对，那不会同步的话他们的脉搏会不会就很乱，没有办法像我们的那样，还是说他有一颗心其实他的那个伸缩的功能已经比较弱了，所以并不影响他的脉搏，这是我想要知道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于叶克膜，叶克膜前一阵子因为什么星星王子，其实我最早知道是星星王子，他那时候不是在台大然后弄到最后可能有没命的状况，所以他截肢了。那后来我最近有一个朋友的小叔也是因为用到叶克膜可能会截肢，后来他就放弃治疗就过世了。那我不晓得叶克膜是不是使用一定会造成截肢的现象，还是说其实只是使用不当所以才会造成那样子的状况。哎，对不起。这个两颗心脏哦不会太急啊，我们有一个人就得到两个别人的像等于心脏吃了自己的左心房右心房，他有两个别人的心脏，他是把肺的空间挤掉，因为肺是像海绵一样很软的，他占用了一部分肺的空间，所以是没有问题的。
那两个心脏各跳各的，确实脉搏会很乱。你讲的两个情况都有。如果这个因为中了一个心脏本来很弱，心脏它会恢复。本来一个人要他跳100公斤，现在有另外一个人给他分担50公斤，他跳50公斤，他就觉得是可以胜任的，所以原来坏的心脏也会好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你觉得脉搏就很乱，两个心脏的脉搏就互相交替，速度又不一样。我们看心电图，做心导管看的都是两个脉搏不一致。但是如果一个心脏后来越来越弱，一个心脏变成很强，那脉搏就是强了这个人的心脏，主要是这个脉搏，弱的心脏就显示不大出来。叶克膜哈，叶克膜会截肢的原因是因为叶克膜是由腹股沟哈，大腿跟腹部接近那个地方有个叫股动脉放进去的，尤其女孩子股动脉很细，如果换叶克膜那个导管进去的话，下面的血流就没有了，要截肢，这个其实可以避免的啦。有一种新的叶克膜呢，它另外有一个分流的导管会到供应你的下肢，即使没有的话，我以前的做法是用左脚的血呢，用个人工血管接到用叶克膜这一只脚的下面去，就可以保护这一只脚了。但是做的医师有时为了救命为主哈，就没有想到很多，等到发现就来不及了。其实这些是可以避免的。我们有时觉得腿再细的话，那心脏又胀起来，我们有时干脆开胸，把叶克膜放到股动脉的叶克膜，直接插到心脏就可以避免的。我们现在大概都用干脆直接接个人工血管出来，一开始对，那这样的话它两边都可以供，因为就我们这个腿主要是靠股动脉的供应嘛，因为那个管子太粗了，那么东方人呢几乎很少腿不会缺氧的，几乎一定会，因为它那个粗细就跟我们的股动脉跟我们成人的股动脉差不多一样粗，那你管子一放进去之后下肢就没有血，等到你过6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这个腿就要截肢，所以现在我们干脆嫌麻烦一点好了，干脆另外从侧面接个人工血管出来，从血管人工血管来给这个叶克膜，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避免，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有点出血的问题，有时候是这样。不过这个ECMO 这个东西啊，实在讲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什么我们也很不喜欢用这个东西，但有时候不得已才用，因为这个东西很多的一些它的并发症，有时候脑出血啊等等，这都可能，但是在急性的时候短时间用一下是还蛮方便的。刚才提到人工心脏，人工心脏外面一定有个机器是不是？我没听错吧，一定外面有个机器。我们装那个是外面有机器的，因为那个时候是气动式的啊。我们那个马达在外头，那现在新的这个 Abiomed， 那这种是整个在身体里面，它用电池电动的，就不是气动的了，电动的，它这个心脏人工心脏跟马达在一起，那电池用完了呢，然后电池在外头啊，电池外头它经过一个电线出来，那这样子是就不是外面那个马达不在外头，另外一个大的机器。好，这里面回答杨迪良先生的问题，要不要再补充问？朱院长，魏主任你好哈，我想请教问题，因为刚才看到全人工心脏凤凰七号，但我印象我在20几年前有看过一篇报道，有关于凤凰一号，那是不是同一系列的一个产品？啊，刚才凤凰七号照上面讲，就是在小牛身上已经试验过了，而且当初小牛过世是因为长得太快了。那如果是人工心脏用在成人上，是不是应该成功率就蛮高了？但是如果是将来用人工心脏，它维持一个长时间使用，我比较担心的是说，像电池的问题，因为心脏不能一刻不跳，它电池一有换电池或怎样，一秒钟不跳就完蛋了，那是不是就造成悲剧？谢谢。大概原来讲那个凤凰，可能以前它也不叫一号了，就是当初郑国彩他做这个人工心脏的时候呢，
其实他用的第一个是在美国用的，在美国用，而不是在台湾。他这个是，他是台湾人，但是他在美国开业的牙科医生。哎，那么他当初他是因为早期跟这个，他的背景呢，其实早期他在医院里面呢工作的时候，跟他们心脏外科那些医生呢，比较熟悉。然后当初这些外科医生呢，他们想要做人工心脏的时候呢，第一个想到他。为什么想到他？因为做人工心脏会用到一些树脂，这做这个牙科材料做的东西，所以就把他找来一块合作了。所以他是这样才有兴趣跟他们一块合作。当初他们在 Phoenix， 他为什么叫凤凰？他是事实上在凤凰 Phoenix， 美国的凤凰城，在那个地方，好像是 St. Luke's 哪个医院呢？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帮他们做了人工心脏。那一次第一次放人工心脏的时候，是因为盐湖城原来美国全世界只有个贾维克人工心脏 Jarvik， 大概那个很多年以前，现在没有了啊。那么那个时候的人工心脏做的并不怎么好，可是那个时候在美国是在人体试验的。那他这个凤凰心人工心脏呢，还没有经过美国 FDA 通过做人体试验，但是他有东西在那个地方做好的。那么那一次他的医院呢，突然需要一个病人装人工心脏的时候呢，那个贾维克那边又没有东西可以用，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做的那个装上去了，啊，那所以在美国他那次使用也是还没有经过 FDA 许可啊，那所以他装上去之后呢。FDA 就要求他尽快把它拿下来做心脏移植，所以他十二个小时之后就换了心脏。虽然那个换心的那个病人后来最后也没有活下来，也最后没有真正后来那个病人还是换心之后并没有成功，但是他那十二个小时的使用是成功的，啊，他后来在台湾做这个就是，他也叫凤凰，这个七的意思是七公分的意思高度啊，因为这个。人工心脏做太大是放不进去的，它是硬的，啊，不是一个软的东西，啊，所以它适合我们华人的这种大小的体型，是这样子的，它经过一些改良就是了，不过现在目前都没有在做了，因为当初虽然是这样成功，但是因为卫生署啊，它是不让我们再做了，所以就从此就没再做，那个装了之后就再也没再装其他的 case。那他也不再做，他就回美国去了，开业去了。全人工心脏啊，其实现在两种讲法，一个是心室辅助，现在刚刚看到这种小的哈，这种轴流式的或者是这种磁浮的这种啊，它是可以帮忙心脏一部分的忙，就是心脏还有一些功能，然后它这个帮一部分，那这样子的话呢？有些病人可以维持的蛮久，那全人工心脏的话是把心脏拿掉了嘛？但这个算不算一个趋势很难讲，因为有些人还是需要用到人工心脏，所以现在为什么 Abiomed 这个现在是持续还在做，是因为这样子。就是我想请问一下，不是那个听说以后有可能是以猪来移植嘛，来移植到我们人体，那猪不是成长比人还要快，那到时候移植到身体里面会不会就器官会比较容易衰竭这样？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是大家在没有器官的时候尽量用猪的心脏来，到底会变成什么要经过很多人体试验以后才晓得，我们现在只能期待说没有心脏的时候用猪的心脏，如果是人的生命比猪长，有可能你问得很好，有可能猪的心脏衰竭比人快，那是可能要经常换，或者有时候换到人，或者那是人工心脏现在是永久用还不行，将来科技发达可能人工心脏很适合，可能走人工心脏这一条路也可以，将来方向很多了，很多我们未来的事情我都抱持比较肯定的态度，因为比如说我学生时代心脏病根本不能开刀，
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台湾可以做心脏移植，但现在都实现了。所以我相信未来时间多少不晓得，也许人工心脏可以代替人的心脏，啊，猪的心脏也可以代替，但是有些问题产生，我们需要时间去克服的。台湾有多少医生能够开心？开心啊，不少。我们心脏外科协会起码有上百人哦，上百人哦。可能有的人啊，换心还是换心的，哎，能够换心的。能够换心的大概十几个、二十个吧。哦，哎，大概有限的。哎，有的人换的比较多，有的人可能一年换一两次而已。因为看起来很复杂，对不对？哦，哎，是啊，大家很担心的哈。不，还有来源的问题。嗯，好，来，我们再来，李胜芬，有没有念对？好，来，李胜芬女士。大家好，今天很荣幸听到两位教授那个精辟的演讲哦。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目前呢，啊，那个在台湾法律定义死亡的定义就是心跳停止，但是除了器官移植例外，要脑死判定。那知道之前在台大有个案例，就是刚刚朱教授有提到，就是心脏取出来用两套的叶克膜来维持生命十几天。那像这种状况，心脏已经取出来了，可是我们法律上又定义心跳停止为死亡。那这个问题来说，不知道两位教授对这个问题这个情况有什么看法？我要做心脏移植以前，我看了好多法律的书。民法第六条，人的权利义务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没有定义心脏停止才叫死亡。我问法律专家说什么叫死亡，他说死亡是你们意识决定的。世界上第一个做心脏移植的巴纳德医师来台湾演讲，我问他那二三十年前的事情，我说你做第一个心脏移植啊，你什么叫死亡呢？什么时候叫死亡？法律有没有规定吗？他的回答很简单， When doctor say he is dead, he is dead. 我很羡慕他，他说我非南非的医师说他死亡他就死亡了。但是我那时很谨慎法律的问题，所以我晓得民法第六条只规定人的权利义务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没有规定心脏停止才算。这是我们一般传统医师还有民众的想法。现在科技已经进步到没有心脏心脏停止都不死亡，因为台大那个人没有心脏十六天，但是他清醒，你可以跟他讲话。所以什么叫死亡就很复杂，死亡不是像电灯关掉黑暗就死亡，死亡好像太阳下山，心脏先停止，脑细胞最敏感，脑细胞十秒钟没有脑供应就晕倒了，脑细胞赶快死亡。最慢死亡的是最不需要血液的器官，最慢死亡头发跟指甲是不要血液供应。所以僵形容僵尸都头发很长指甲很长，有道理的。人死亡以后指甲继续再长长，因为他不需要血液啊，指甲不晓得人已经死了。所以中国人形容僵尸指甲很长是有道理的，因为有法医告诉我说他看了死亡以后指甲会更长一点。所以人的死亡是各器官轮流慢慢死亡，指甲跟头发最慢死亡。好，再来陈亦如小姐。两位医师，我刚才找到就是我说的那个激素，就是心脏会释放出那个会刺激心房排钠素的产生，那如果使用叶克膜，那他的心脏要么拿掉要么他不跳的话，那是否会影响心房排钠素的分泌？这样，谢谢。所以他刚刚那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他是讲把那个心脏拿了以后，这个心房的那个荷尔蒙叫 natriuretic factor 那个东西，那么你把心脏拿掉，但这个就没有，这个荷尔蒙没有，但是短时间都不是大问题，哎，那么长时间当然是不行，但本来这个 ECMO 本来也不可能用太久，哎，但他假如不跳，心脏本身不跳，
ECMO 在走，心脏不跳，它这个我想它这个荷尔蒙还是会继续产生，这个是应该不影响它，因为还是有血液供应，还是有血，对对。我补充一下，平常我们心脏拿掉不是全部拿掉，它左右心房后半部还留着，还是有一点，可能会减少了，没有那么多。但是我同意魏主任所讲的，拍纳是没有，目前看起来没有重要到他说要维持生命，还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一般心脏移植也好，人工心脏也好，用 ECMO 也好，心房不全部拿掉，后面都还有一部分。好，那现在我们问答的部分到这边结束，我们给两位这个济世济人的医师一个鼓掌。